我叫王大卫，今年快50了。我是个厨子，可是到现在还没炒成过一盘蛋炒饭。我爸说，做啥事儿都得慢，做大事的人都是这样的。我知道你现在恨我，可现在除了你没人能帮我，他们要杀我。你就不能换个人坑吗？茉莉，你也有今天的。好玩吗？好玩。那刚才有电话啊，售楼的。这就是茉莉，打那时候我就喜欢她，可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。李红兵，李红兵，这是我好哥们李红兵。如墨他们昨天又堵我了。叫你哥吧。你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，他们在这儿。今天是不平凡的一天，我们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啊！给，甜的。给。
你们谁吃过蛋炒饭啊？我们家老吃。可我们家做的蛋炒饭，你们谁都没吃过。你们家不一样吗？我们家的蛋炒饭，那是，就是那个，就是我爸做的蛋炒饭，是全北京、全中国、全世界最好吃的东西。吹牛！向毛主席保证。A lovely boy. How old are you? 他说你非常可爱。你多大了？快说呀，你几岁了？他九岁了。May I see your book bag? 把你的书包拿出来，让我看看。What's this? 这干什么用的？拍人的。It's a toy. A toy. How do you play with it? 这你怎么玩？极坏的国际影响。你这一板砖，苏美两霸不知要挑起什么样的国际事端。你走吧。我。你拿走吧。没准以后是文物呢。后来校长悄没声的走了，听说好像出国还教外国小孩唱中国歌。再后来好像他突然成了名人，我在那电视里啥讲坛里还见过他呢。为了红兵的事儿，我得去跟绒毛叫板。我觉得他特怕我。去，收拾教育。蛋炒饭，妈，咱过年不是才吃蛋炒饭吗？
不因为你哥当兵去了吗？一个人当兵，全家都光荣。你快点长大，长大了你也当兵去。爸，我哥还得替我收拾绒毛呢。瞧你这样，我要不在了，你怎么办啊？那你什么时候不在啊？你个傻蛋！你脑子里都想什么呢？你？我以后要做蛋炒饭，外国人来了都吃我做的蛋炒饭。爸，你就教我吧。咱们家祖上是御厨，学手艺啊，那是有规矩的，不能随便教，得看看你是不是那块料。到了咱们家开了福瑞楼，这规矩也没变。别看你爹我现在在馆子里的是个普通厨子，可国宴一有事儿，还得请我去掌勺。天底下的名厨有的是，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有些东西关这儿好使是做不出来的，懂吗？说不定我做的比你好。行行行，滚吧滚吧，慢点儿，做事要慢。其实那时候每天还真都挺快乐的，可我们还是盼着能早点长大，就不用上学，不用做作业了，那得多美呀！后来又发生了好多大事，很多人在北京开了个会，打那儿后日子突然就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我们也不知不觉的就长大了。一块游泳去，我想好装，我都定死了。哎，我那个警察都在那蹲着呢。不行吧，就这么地吧，再晚了就开场了，快快快快快！就一张票，千万别丢了。大卫，回家吃饭了。今儿咋这么多公安呢？人家是来维持秩序的。今儿的电影里有那个镜头。要来了，要来了。演员他们嘴唇上是沾了薄膜的，
将来我拍电影，绝对不会让这两个人进来。听边上人说，这哥们已经连着来了好多天了，每次看完亲嘴就走。后来他真去拍电影了，大家还都挺喜欢他，还得了好多奖呢。就他的电影里边，亲嘴真的就没被打断过。莫爷，别乱动！你干嘛呢？我妈说晚上停水，让我把水缸装满了。过会我给弄。干嘛？憋着什么坏呢？那今儿不是你过生日吗？怎么啦？我送你个好东西呗。切，你能有什么好东西啊？哎，大卫，过来，来坐着。干嘛？不许想想，闭上眼睛。怎么了？疼。哪儿疼啊？就心口窝里边一下一下那疼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哎，我的心。红兵。大热天的，搞什么特务活动呢？没什么。生日礼物，耶！原装的。有工作了你，送给你的，一辈子不许这样。
听见了吗？一辈子得带着，一辈子带着，一辈子带着，一辈子带着。他叫王大卫，来接班的。他爸爸是咱们这儿王师傅，得喉癌了，病退了。哎，我说大卫，你想干点什么呀？厨师。不是，你说清楚点，我没听清楚。厨师。厨师，刚来就想当厨师啊？不是，你会做什么呀？蛋炒饭。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呀？我做菜不喜欢别人看。经理，大卫把那捆葱全都给包了，每个大葱只留那么一小点，还没有那火柴棍大呢。经理，大卫把鸡蛋清都给倒了，20多个鸡蛋呢。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了我。站住，同志们，大葱国家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，同志们。跟你爹学过，夏梅，我宣布两件事。第一件，餐厅今天盘点；第二件，取消王大卫同志临时工的资格。你要有什么要说的呢？让你爸爸自己个儿来找我。老王，10年前我斗过你，我斗折你一条腿。这么多年我在灶上炒菜，你在堆上配菜给我打下手，您好像没正眼看过我炒过一回菜，也没叫过一回经理。今天呢，您要叫我一回经理，我就把您的傻儿子留下。经理，好，您儿子我留下了，但是只能扫地。那是他的造化。我从没恨过你，可你做的那菜上不了台面。爸，爸，他我，他就是不会做菜。慢点儿，别让筷子转，你要慢。
大白，我要跟你说件事儿，很重要。我喜欢茉莉，茉莉也喜欢我。我要和茉莉好。我也和茉莉好。你不明白，我的意思是说我要和茉莉好，就今天就在这儿，明白吗？出去把门关上，看点人啊。哎，你是哥们儿吗？你跟我说怎么办？你别动啊！干嘛去了？挣钱。在家里住吧。我待不住，还有很多事情。儿子不小了。我你们就别管了，家里留下什么东西都是你的，不过你得给妈养老送终。阿哥，你会做蛋炒饭吗？爸以前让我练过，可火候老掌握不好，那玩意儿没什么大用，要过好日子，挣钱才是真的。他不见我。你们俩是我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，现在我什么也不想瞒着了，
咱们都是从胡同里长大的孩子，家里都是要什么没什么。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未来。现在全世界都在变，中国也在变，以后就是钱和权力的天下。你到底要说什么？我再也不想一家几口人就挤在那17平方的小平房里过一辈子，所以，我觉得我们俩再见。哎，莫莉，莫莉。哎，你快把他叫回来，你哄哄他，你把他拽回来，他走了，快点啊！你懂个屁！大卫，以后好好照顾妈妈。他们说你怀孕了。别害怕，妈呀！我跟你结婚。我没人要了是吗？我一直就想，其实真的我们。我们是不可能结婚的。你觉得咋样？好饿。这。蛋炒饭，这吃吧。各位同志们，我告诉大家这个消息啊，希望大家积极踊跃。党和国家这么信任咱们，不是这让咱们承包这个亏损企业，
承包了，你们可就当经理了，就可以挣大钱了。利润还需要2万元，一顿饭是5块钱，需要8000顿才行，一年要16000。大家呀，动员动员，下周区领导就要到咱们单位签订这承包合同了，千载难逢啊，给大家带大红花呀，这是党和国家对你们的信。这能给退了吗？后来我才知道，为了跟我爸好，我妈偷偷从家跑出来，这个罐子就是我爸送给我妈的定物。第二天，我妈一大早就出去了，天擦黑才回来。我终于有自己炒菜的地方了。那些天，我从早乐到晚。这事儿，真错不了。大卫。我结婚了。哎，你干嘛干嘛？哎，长本事了你！吃吃。你当了老板，你还不吃我喜糖了还？不是老板，是经理。行，你真傻呀？这你怎么弄啊？你管不着，我愿意。我有地方炒菜了啊！我想好了，我要做我爷的御膳。御膳？洪兵答应来帮我，但说这得赔个底掉。我说我是老板，得听我的。洪兵拗不过我，就按照我的意思来了。所有都是按照福瑞楼原来那样弄的。洪兵跑前跑后。张罗所有的事儿，全部都弄妥了，我们就开张了。三天了，没事儿。哗啦啦啦啦啦，下了雨啦，看到了大家的都在了跑，吼吼哈嘿，你有钱做不到，吼吼哈嘿，你有钱做不到。才俩礼拜，没事儿。别走，大哥，我哎，大哥，您没摔着吧？我不吃。哎，真的很好吃，真的。我上厕所，你尝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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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厕所我尝尝尝尝尝尝厕所我尝尝。哎呀！大卫，明儿跟着改戏吧。哎，主任你好，哎，我家事办完了，明儿早就上班去。哎，再见，主任，再见。
我四九城转了一圈，也就你这像的样子，衣服也别给我剩下啊。我们是打顺馆的，您能给我照顾一下吗？哦，对不起先生，我们这里已经位子满了。真管饭，有这好事儿？没问题，只要提苏茉莉，说是他朋友，这儿老板绝对管饭，晚上还给地儿排练。有问题吗？这苏茉莉是谁啊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萨特说过，正是这种虚无，才是行动意志的基础。当你在看我的时候，没有你的日子里，我将更加珍惜自己，没有我的岁月里，你要保重你自己。美国人真的要来漂咱黄河了，不能让他们漂。龙王，你不认我了？我大卫，咱小时候还打过架呢。同志们，你饿不饿？我给你做点东西吃去呗。我要先去漂。跟我一起走，那吃完再去漂呗。The end is near, and so I face the final content, my friend. I'll set it clear.I'll state my case, oh, which I'm certain I'd live a life that's full. I've traveled each and every highway and more, much more. Molly!哎呀你咋成这样了呢？我没认出来你。什么？我说都没认出来你。你可一点都没变。你啥时候回来的呀？刚刚见我乐队，找投资来了。啥投资啊？办演唱会，现在钱特难找。我有。I hate it all. 你都甭管了。没事儿，饿的，给他弄点吃的。搞乐队都吃不上饭。嘿，哥们儿，饭来了，醒醒啊，醒醒醒醒。约好了，约好了啊！你就放心吧啊！你啥时候回来的？啊，可以。什么？你不来这事儿怎么谈？我不管，钱我都已经收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事儿要是黄了，我跟你妹。喂，这位就是牛老板，这位是香港来的郭老板。这位是著名歌星苏茉莉小姐，这位是香港首富红发机构老总的公子，他在牛津大学上学，现在放假回祖国看看，不太会讲中文。牛老板很忙，你们大家都知道。内地正在快速的发展，我们大家做生意的都是要和内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。我们刚和上海签订了一个每年200万吨的水泥出口，运都运不过来啊，真麻烦呢。我的工程建设公司刚刚在扎江港建了一个水电站。哦，深圳特区要修建一个核电站，
我们也有参与啊。你好像对这些项目都不感兴趣啊。那你对什么项目感兴趣啊？你对他感兴趣？他们说的啥我一点也听不懂，可是我哥的生意却谈成了。他和牛老板后来真的就用火腿肠从俄罗斯换回两架飞机来。打这以后，我哥谈啥生意他都带着我，说我是他的大福星。我哥和牛老板后来去了俄罗斯，也要拉我一块去，我没答应，因为茉莉的演唱会连个影还没有呢。哎呦，这哥们真神！我跟你们讲，来，咱们喝一杯。来，等会。这钱的事儿你放心，钱我有的是。哎，这这这，大伟，我想借点钱。你自己拿。李哥，您看这演唱会的事儿，就全靠您了。这钱的事儿，哎，你放心，有的是。那什么时候到位呀？哎，李李。你说你想需要多少钱？我说你，你想用多少？你说话，有的是。大卫，别闹！这儿叫谁黑呀？李哥，这他妈什么素质？这是？是你女朋友吗？你管管她吧，她太折腾不出去了，那也不去了啊！我要吃猫耳朵。吃。我要当歌星，我一定会红。不出去了啊！
干什么呀？干什么呀？不，我联系个厂子。吓我一跳。干嘛呀？我开会，就开个音乐会，唱歌的。我们这是踢球的地方，你该上哪儿溜达哪儿溜达去。我愿意投资你们演唱会，不过我有条件。什么条件呢？你要做我的女人。这么大个场子，然后里边还有摇滚，这是头一份儿，这是。反正全北京的地儿我都看了，就这地儿是最合适。摇滚，崔三来吗？唐朝呢？哎，是不是他们俩都一起来啊？啊？跟我说这话的大富豪多了去了，你不相信我是第一个这么认真跟你说这个建议的人吧？你不是贪图富贵的人呢，你有梦想，但是你别忘了，女人老得很快。我跟你说，这次咱台不搭前面不搭后边，咱搭中间给搭一个台，高高的台子，然后呢，这不一圈360度全都能看见。那台子得多高？台子。得跟前面楼子那么高吧，可能还得再高点。这能成吗？这个世界是残酷的，不过也很公平，就是哪里有的去换没有的。有些可以换，有些不能换。哎，你这章上是什么字儿啊？你没看那上那大红字吗？善法办庄。只要你答应。我们就回去。你能保证不找别的女人吗？缠住他！哎哎，别动！干嘛你们？关羽啊！喂，我们抓着一骗子。演唱会办好了，你看看。我都跟你说了嘛，人已经走了。莫莉走了，这次真的走，肯定不回来了。大卫，我去给他办演出的那个，回来。大卫，有件事儿我得跟你讲。这饭馆已经不是你的了。那为什么呀？2个月前。我让你签了份担保合同，我用这饭馆抵押了个项目，现在项目方拿钱跑了，所以他们要把饭馆给收了。等会儿就会有人来贴封条。为什么呀？你他妈没脑子呀！就你，你凭什么当老板？
那他们啥时候来呀？一会儿就来。那我得去炒个饭。走吧，没劲了，赶紧走吧。对，怎么都没了？哎，都没了，怎么？走，赶紧走。怎么都没了？怎么回事？啊，别叫我哥，说。没事，没啥事。这位是顾律师。都是你编的吧？现在你就是这儿的老板。资本本来就是血淋淋的，我想你我都一样。我不坑朋友。哥，啊，咱回去吧，难受我。如果没别的什么事儿，就到此结束吧。哎，我这还有点事儿。托卡列夫，你别犯傻啊，这没用。过来，哥，你别闪开！你也有害怕的时候。大文，大文，大文。你别喝！打死你！太便宜你了！我要让你好好活着，让你好好享受，生不如死。别人说我哥早晚得死，说我哥跟牛老板在俄罗斯捣腾卫星出了大事，他一人把事儿都扛了。李红兵生意越做越大，还上了啥排行榜，可我看他一点都不高兴，
因为眼睛里没神儿，他把饭馆卖了，让人给我送了些钱，我没要，我又回了福瑞楼干杂工，每个月900块钱，管吃不管住。大伙儿对我也都很关照。大卫，快点！其实他们心肠都特别好。我的脚线弄好了没有？你找死啊你！大卫，这车到了，怎么还没去卸？快点！大卫，把车垃圾到了。大卫，攒多少钱了？什么时候把你的店赎回来呀？啊，快快了！呸！快了屁！哎，傻哥，你媳妇儿可又上杂志了啊！我傻小子。吓唬他，人家在美国那都上市的，斯巴达克斯那钱都海了。那要是美国这么吓唬呢，早也得完蛋。就你捅个球，你胡说八道跟着。哎，我跟你打赌，赌傻子赢。我们所有阿秋的歌迷来说，都是终生难忘的。从今天开始呢，哎，这些生男生女都一样，应该有一个共同美丽而响亮的名字，大家一起想一想。大卫，这箱又是什么？玉米。玉米，玉米，玉米，玉米。你好，你好，服务员，请问王大卫在吗？啊，您稍等。好。哎，叫一下傻哥。我跟苏菲是很好的朋友，然后呢，之前在他那边听到了你唱的这个。你简直是个天才。那谢谢你。那茉莉现在怎么样啊？茉莉。哦，就你们叫苏菲。哦，苏菲还不错。哦，那你们别走啊，我给你弄点吃的。哦，黄扒鱼肚苏菲也特喜欢吃。你别走哈。大卫，你的蛋炒饭成功了吗？好多谢大家。呢一点呢，我哋想请香港科技大学嘅刘教授解释一下。诸位，我的专业是光学研究。大家看到的这幅照片，其实完全是因为透视的关系造成的误会。我们调取了美国 NASA 提供的卫星图片数据，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反复的计算，最后得出的结论是，两只手之间的距离为2.45毫米。咁琴日下昼你系咪同个子怡办理咗离婚手续？啲财产打算点分呢？对唔住，
呢个系我私人问题，我唔想答。本部有消息来源话，苏小姐系嚟香港之前同一位据说系参与人士有超亲密关系，而且仲保持至今。传闻苏小姐嗰位姓王嘅男朋友系咪精神有啲问题？我希望苏小姐可以对你啲 fans 有一个交代。听讲仲有 B B。咁请问你性取向系咪正常噶？够了，都甭跟这废话。我宣布，打今儿起，我退出娱乐圈。哎，这位小姐，耽误你几分钟，就几分钟。你对苏菲退出娱乐圈有什么看法？我哪什么事嘛，哪是来打酱油的？日经股指大幅下跌514点，跌幅超过4%。韩国、新加坡、澳大利亚等股市平均这里边的300万是给你的酬劳。印度孟买股市敏感三零指数当天收盘，请你务必今天把它办好。菲律宾股市当天随时等待。此外，欧洲股市17号一开盘就急剧下跌，伦敦、巴黎股市股指跌幅超过2%，法兰克福股市股指跌幅达3.3%，各银行股跌幅明显。继欧亚股市后，纽约股市三大股指期货也在17号开盘后跌幅接近2%。看来是。但不是他说的。你的。大伟，你小子还真灵啊！哎，咱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我看老板这两天有点不对劲儿啊。咱们又不瞎折腾，那怕什么呀？李总，我们老板有请。区区2000多万，非得这样吗？金融海啸，跟这有关系吗？我真纳闷儿，就没一个朋友帮你吗？我还有个发小，是饭馆的老板。那就快播。大卫，我知道你现在恨我，可现在除了你，没人能帮我。他们要杀我。你就不能换个人坑吗？茉莉，你也有今天的。我。好玩吗？好玩。刚才有电话。啊，售楼的。小汉啊。我是这次回来就不走了。咱们到那边看看去，拿着这个。现在恨我，可现在除了你，没人能帮我。他们要杀我。
什么意思？耍我呀？啊？那你不要就算了。站住！放下。这他妈没法玩了，啊？哪儿哪儿都不讲规矩，见过这么熟人的吗？那主说我很靠谱，弄了个东西让我签上字儿。后来公安局把他们给抓了，了解情况的时候问我，那份东西里写着卸胳膊、卸腿什么的，我怎么就敢签？我笑了。我跟警察说，一看那人模样就知道是吓唬人的。好了，我找你。警察白问我半天，跟我说，干那种事儿，那些人可不是头一回了。茉莉呢？不知道。我说过去。找你说跟我发好大脾气，可厉害了。没想到你真会来。你以为我想来？我那还反正现在你不该来救我。真他妈傻！证件、路线图还有钱都在里面。咱们两清了。那傻子没觉察到吧？不许叫他傻子，不许叫。手机尾号是03122的朋友呢，点播了一首《朋友别哭》，下面就请您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来欣赏。
大卫，过来，过来呀、啊！换新老板了，知道吗？都在屋里开会呢。听说马上要裁人了。不说咱们没事吗？这回你说的怎么不灵了？哎，大卫，老板叫你。他们说，新老板是我。啊？是该炒蛋的饭的时候了。李红兵把夫人楼买下来，让律师还给我，还特地告诉我说。这些钱是干净的，打那儿后，他人就没影了。后来有人说在青海农村希望小学见过他，也有人说在普陀寺僧房见过他。坐吧。蛋炒饭看起来是个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可是最高境界的蛋炒饭，就是用最简单的材料炒出最复杂最绝妙的味道。过去的文人墨客给它取名叫菩提玉斋，现在据说已经失传了。火炒不好，火候老是不对，你可能行。真他妈傻！真好吃。你花了多长时间学会的？我差不多30年。
比你爷爷做的还好。金老问我怎么把蛋炒饭炒成白的，我也不知道。我的蛋炒饭出名了，还被评为世界十大美食。我每天就做80份，多一份不做，做多味儿就不对了。有人要我开个分店，我没干。直到遇上他们，我都没想到还有这么多跟我一样的人。店开了一家又一家，一直开到美国了，还接到了白宫的订餐电话。我以后要当大官。我以后要唱歌。我以后就当厨师了。